心内受啥人，不知心内恨啥人，薄薄的胭脂粉，深深的伤痕，茫茫的胭脂人生，淡薄的真心。戴目睭啦！阿舅，今日我的塑胶管哦，捡真多啊！我想讲来这城开工，看你的物业，我甲你斗水啦！你安尼讲哦，我就歹势啊啦！将歹势啥啦？咱今嘛吼，看到有名连同行政工加起，爱互相照顾，卖讲歹势吼。我说吼，我甲人讲啊。好啦好啦，你若欢喜就好啦。哦，是你哦，你来从啥？来看你啊，看你身体有勇气无啦？受袂用的哦，要得加好水啦。哼，哎呦，看起来阁袂歹嘛，啊连洗一点碗哦，都有人陪你。够有讲有笑咧，无啊？你今日讲啥？无啊，哪有讲啥？无，无上好啦，有啥代志紧讲啦。要哪呢吼？我就直接甲你讲，阮翁因老母啊，我听明辉甲我讲吼，你即卖一个月要加2000块是？对啊，一角银都袂歹减。哎呦！真歹势啊！我一角银都袂用得加啦。什么啊？你这讲啥？我哪听袂清楚？哎呦，你那是老大人，耳孔当无要紧啦。我会用个讲一摆啊，给你听咧啦。你讲一个月要加2000块，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啦。你安尼对是大人讲话，安尼想去超过哦，你知？嗯。啊，无你又搁是啥？你是凭什么讲到阮厝的代志来？哦，原来就是有人伫咧后壁和你靠，莫怪讲吼，你才提出这种这么无理的要求啦。啥？你讲这款话哦？林大哥安尼每个月加给你提2000块的所费，安尼有这无理的要求哦？本来就是啦，阮厝就要开银行个，讲要地址都有钱哦。哼，搁再讲吼。伊摕遐个钱到底是要创啥哦？谁会知影？我听到是要摕去按奶伊的客兄。你敢讲连这款的钱都要我来出？你是存心要来骗我？哎呦，阮翁因老母啊，我是无这个意思哦，拜托你唔通甲我冤枉啦。啊是讲吼，你若是家己要安尼想吼，我嘛无办法啦，对唔？太衰啦！啊，我话就一定讲较足明的啊，我吼爱搁警官来告辞，啊，无我先来走啊，哈。哎呦，你看，你看，这就是我的新妇啦。找新妇的人，安尼想也较过分。弟啊，我前世人是做甚物冤孽，这世人才有这个新妇来咧见我。阿舅，您家公司的地址好啊？这样你敢好？我还来问你，问讲，伊某来这跟你讲这话是对啊？唔对？
即卖这个时代吼，若讲饲囝要来养老，这观念退失。上介好就是讲咱若食老啊，身躯边存一寡钱，免看后生查某囝新妇这个面色哦，上可靠啦。来来，我来介绍这吼，这本公司啊，对这储蓄保险，这保险面来讲，而且讲哦，上介健全的。不管讲是医疗方面啦，还是讲有意外啦，还是另外吼，你林伟啊，你安尼就敢丢笑？阿姑啊，是什么代志啊？你做人的囝安尼敢丢？林先生，歹势啦，啊无，林刚咱约一时间好好讲者吼。请请请，是嘞嘞，吼，歹势歹势。表姑啊，啊你现在是在创啥？我在上班的哦。林飞啊，恁老母和恁妹就要气死啊！你要心情当上班啊？啊，关系安怎？这原本是恁厝内代志啦，我加讲话啦，要不阿婆看了袂准啦。你若会和恁妹安尼，去恁老母的面头前安尼甲糟蹋啦，敢无恁老母一个月加要求2000块的这个所费，还有过分少？其实讲了，我嘛真为难啦。一边是老母，一边是母，爱两个也袂合哦。我业咧中是足歹做人的啦。这我知啦。你爱知影，伊是恁老母呢。你若对恁老母的态度，那我都当亲像你拄只对的人去。啊，你唔知要偌好咧？敢讲老母，袂比一个外人较好笑？表姑啊，每一家伙啊吼，拢有每一家伙啊困难的代志啦。讲实在，我嘛真无想要安尼，也毋过，唉，我嘛毋知要安怎讲。袂晓讲，你得爱想办法啦。你是大伯囝呢，啊，总袂用互恁某、甲恁老母欺负到头壳尾顶起啊。是我嫉妒啦，也毋过，我一句话一定爱讲。老母是干那一个人呀？你从细汉，恁老母就甲你念念念念念到遐大汉，你才有今仔日呢。这我知影啦，知影那有无用？也要有好才是真的啦。其实啦，有做事大人的，唔是要硬硬讲，后生查某囝来讲有好，提前买物件来讲好。你上吊啦，就是唔通去侮辱着徐大人，这是你最细碎的本分，你知影无？好啦，我唔爱阁讲啦，你家先看下就好。甲你借偌济啊？吼、哦，拜托个借我啦！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啊，若无就算啦，啊！讲到这个人吼，以前我有诶时阵，啊，大家对我安尼泼泼塌塌，啊，即摆我咧落魄啊啦，害咱每一个人看到我，敢若袂输看到鬼咧啦！要甲伊借淡薄仔钱尔吼，啊，大家咧咧走甲无开人，讲到这个人，迄是够现实诶啦。对吼，我捌甲阿哥来做保咧，伊还阁欠我一条钱，我若甲伊调10万块啊，应该是无问题啦。喂，啊，请问阿哥有伫个无？哈？阿哥无伫？哦，这无这个人？嗯，这都明明阿哥的电话。已经搬走啊！啊，是安怎啦？啥？逃跑哦！老爸，啊，我要给伊做保，啊，才一小时还阁赔偌济？老婆，做保，你是想做啥物保啦？啊？是要共赔偌济钱啦？你讲啦，哈！老公，
你莫生气啦，你安尼做工课吼，做几工一定足忝的吼，这件代志你放心啦，我会处理啦，无参与你想的遐严重啦。你讲个什么话啊？啊，做报无严重，你来搞母甲去死哦，你这严重哟。哎呦，呸！得莫讲死啦，安尼会衰呢。我甲你讲啦，我一直已经衰到底啊，我即摆无咧惊啦哈。你老实甲我讲，你伫外口到底咧做偌济严重代志，唔敢我知影。你讲啊。无啦。什么都无，我唔相信啦。顶边你唔是讲什么贷款的代志，我叫讲上尾啊一条，什么即摆才母一个做保的代志啦哈？你这什么意思啊你啊？哈？哎呦，我嘛无愿意安尼啊。搁再讲哦，我嘛唔知伊个老婆啊，伊是阮表姐啊，若有困难的时阵哦，大家互相斗三工，这嘛是应该。我哪会知伊个老婆？好啦，卖咧讲遮啦，我讲话我愈讲愈生气啦哈。老婆，头下我是叫讲哦，你真够算的人，想袂到哦，你遮尔啊戆啦你啦哈。我一时失格差嘛。失格差，哈哈，迄人甲你牵袂起啦，规个牵咧溜溜去啦哈，迄代志愈惹愈大阵，我讲话，我想着我咧惹戆啦。喂，是我啦，我真正让你害死呢！你昨昏跟我讲吼，迄明明今仔日的股市就会起的，我安尼所有的钱拢落去哦，我真正后即摆让你害到。啥？你无要负责任？你讲这是啥物话啊？喂！好可，你敢切我的电话？你真正唔知死我哩呢！哎呦，卖卡啦！那股票是你家己要买，啊，不是讲人倒啊，给你压，叫你去买啊。啊，本来股市哦，拢全谣言了了啦。你是要报倒一支外好，倒一支外好哦，你家己若要相信哦，硬买哦，了钱还较甘愿的啦。我跟你讲，我即摆正在生气啊，你可别让我生气了。我跟你讲哦，哈，你别等一下了，我生气，你去扫着风台，要讲我无甲你警告。哎，等下啦，我话要甲你讲，我话讲煞，再来打电话好不好？你有话要讲，你是不要做你讲。你妨害我赚钱，创啥？起来啦！你今日是毋是去找阮阿母？伫遐阁安尼，家讲啊真歹听。哦。原来你就是为着恁老母的代志，所以你才挑甘要甲我作对。明辉啊，你是当时啊变到这么友好啊？哈！我给恁老母歹看，你就来甲我作对啊？信？话都毋是安尼讲啊！你较早吼，甲阮阿母安那打过拢袂过门啦。啊，不过即届无同嘞，你去甲阮阿母遐，伫阮表舅面头前讲到遐尼歹听着，人安那讲啊，讲咱不好，你知无？表舅，不要一口头啦，表舅，笑死人，唔听呢。迄无代无招，一个对嘴吼，看到一个表舅出来，讲予鬼听吼，鬼都袂相信。伊干那你一口念头的吼，才会去相信这款的话啦。我甲你讲，你唔通死到下摆吼，什么表舅哦，变作后叔哦。就足歹看呀！你妈，你莫讲甲歹听无？我是讲甲啥物歹听啦？我咧讲啊，我即摆讲的吼，拢是事实啦。你若是知影头见笑吼，你就转去甲恁老母讲，食到七老八老啊吼，唔通伫咧外口安尼生讨欠遐，迄是足歹看的、足歹听的代志啦。唔是干那恁老母歹听尔呢？讲出去吼，连你即个做囝吼，嘛是同款了然。好啊，你莫讲较济啦。我要甲你讲的意思是讲哦，较早你甲阮阿母安那搭，总是你家己厝内，外人也唔知影啦。啊，即摆无同啊呢，阮阿母已经有阮表舅出来伫讲话啊。我安那讲哦，咱嘛是做事实啦，莫做甲超过啦。你想看卖啦，一代志传出去，我后摆生理是要安那做？你讲嘴敢会听你哦？好，好，下摆吼，我拢莫甲恁阿母交差，安尼就拢无代志啦。好啦，后摆哦，看你安怎，你欢喜就好啦。雄雄公公走一个外人，来公司安尼甲阿妈讲我不孝囝，你想看卖啦？我后摆要哪公司甲人徛起？当非得你是业务高手啦，你甲恁公司加赚一寡钱，唔着拢无代志。我甲你讲啊，我正要敲电话，你莫阁插我，去煮饭。
好啦好啦，莫啊大声啦。喂，嘿，是我啦。我跟你讲吼，明仔载遐我要给伊标起来。嗯，无啦，我一定给伊标起来。啊，你嘛有听到风声？对啊。所以吼，这摆无论安怎吼，我一定要给这个鞋啊标起来。这标起来钱吼，我要做一摆拢总拢给伊落落去。哈，对啊对啊。酒店公关月入数万，哎呦，一个月赚了几啊万哦。哦啊，无经验嘛会用的哦。哎呦，这个好，嗯，这袂歹袂歹，这个加吹一下。嗯，我这袂歹，嗯，这好。无无，你都好写，你都好写。哎，老婆，拜托的，这是酒店的广告呢。你啥？你要去应征这哦？你嘛较拜托的。啊，我有找头路，你也嫌；啊，无找头路，你也念；啊，无是要安怎，你才会欢喜啦？这摆要找头路，未赴啊啦，未赴啊啦。啊，未赴嘛都爱找啊。啊，有出去赚才有钱啊！啊，总比讲哦，住喺厝内面哦，等人来北回安尼搁较好啊。嗯，我讲啦，较早你也安尼想哦，我就免安尼哦，你也拖命啊，拖拖到这尔咧歹命啦，你知唔知啊？哈！啊，我安尼这尔骨力打拼咧找头路啊，啊，你搁在卖细细念？啊，无无，哎无，那遐早就人咧饲电铃，哎，我讲要找你个，要找你个，你去开门，紧紧。哎，刚有人要来偷钱啊！老公，你起来啦，你去开啦！不是你去啦！你这摆你先开！你去啦！你恶人，无当啦！你啦，我是谁啦？什么人啦？啊，哎呦，你先等下，是谁啦？你无啦？就水英人嘞，叫出来。你哦，无啦，你找要做啥货啊？你是哪？我找你嘛是干嘛？这呢是阿外来向我借钱借着，林木周水英是担保人，即摆阿外来伊要走去啊，当然爱找担保人来行销啊。啥话啊？无啊，真正啊这拢总偌济钱啊？一千万。我嘛无当起来行，啊这老婆啊，老婆啊，紧来啦，紧出来啦，紧出来啦，老婆该紧出来啦。周水英，你是我都解决问题，你若出来，我可以再给你参详机会哦。老婆，你紧出来解决啦，紧啦。先生啊。哎呦，我讲正经的啦，我嘛是去用陷害呢，我是共做保尔，这条我也无用着啊，你要来找我讨，安尼无公平啦。那照你的意思，你就无想要解决就对了。不要紧，我从这借条呢送来还你，我到时要怎处理哦？欢迎主任通知你。啊，要去欢迎哦。哎，先生啊。唔卖安尼啦，有代志吼，你都慢慢啊讲，慢慢啊参详，阮会负责啦，吼。卖去欢迎呢，会用呢。只要恁照我的条件来行事。什么条件？什么条件？我的条件呢，就是在这间厝来行事。哈，袂用的啦，我这间厝哦，上无嘛价值咧千外万的了。这我早就探听过啊，你已经提一间厝呢，去银行贷款500万，这利息加加算算的，这间厝上价是价值600万啦。我要爱你这间厝，已经是了不得，甲恁讲啊嘞。这先生啊，是安尼啦，小拜托一下啦。我听吼，这间厝哦是阮唯一的财产啦，我嘛无可能从这间厝哦还你啦。我怪讲哦，我欠你的钱哦，我绝对要拖命吼去再来还你，好无啦？真有志气，我予你考虑的时间。这是我的名片哦，你若想通啊吼，甲我联络，我等你的消息。也若无三工内，我会来找你。过时。
多谢你哦。我，你有看到无？你有看到无啊？拢恁这查某啦哈，代志拢恁惹出来了。我跟你讲啦，你这钱也摕袂出来吼，你脚掌拌拌，你就去食迄个无钱饭啦哈哈。干嘛去坐街哦？啊，我来这歹命。心内的悲哀，对世间无。